从那拐出去了。他从那儿走进去嘛，然后到这儿嘛，然后从那儿绕过来，这样走嘛，是吧？这样走，然后那儿有人翻车嘛，是吧？翻车，然后他就过来，门关上，门关上啊！啊，这边地方怎么不能用啊？啊，这是别的科室的清洁区，现在我们都已经封上了。看这有几个进步，没有人去了。这是今天的第四号。然后那个，那就那个。给他做一个雾化，然后顺便给他也上两根那个木梳毯，然后下一个穿梭。您配合我们治疗，我看了您的数据了，一切那个什么都挺好的。突然我这边就响，那个对讲机就响了。那个方医生，ICU 三床现在情况特别不好，您过来一下。好的，收到收到，准备过来支援。就是您看这块操作响了，你们一块看着这个能看，就行了。咱这个救护就到这儿。啊，来医院就行。跟我们把 ICU 这块儿搞定。就这两个，压力不对。对的，这两个普通吸氧的，我们要用那个。不对，现在吸的。就这两个不对是吧？对，要换成这个。好了，全部消完，消完了以后我们就换。递给我们。对，这个就给他。然后打完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取掉，然后用这个连接，用这个把这个取掉，然后我们这里有一根导丝，这个导丝送进去。送进去了以后，这个地方不是有个针吗？然后用手压住它。对，我大概了解了，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。对，这个没见过墙，这是周周的词儿里。他没说，他没说。是，那没问题。是啊，没想到成了水下圣助了。好，谢谢。川儿哥这么辛苦，我去。画面清楚吧？画面，走。干杯。来了。哎呦，哭了，徐老师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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